太上元始天尊说三官宝号经。儿时元始天尊在大罗天上八景宫内，与诸天神王、日月星宿、上圣高尊、无极圣众说无上至真妙法。有一真人名曰赤脚大仙，月般而出，擎拳长跪，上白天尊曰：下界人民，或有水火刀兵，疾病生产，鬼魅惊邪，天罗地网，一切恶难，何由救免？天尊曰：得道神仙，皆从三官宝举下方生人，但持三官宝号，能除恶难，悉皆消灭，勿经受辱，下世流传，人间看诵者得福无量，消一切恶。即说宝号曰：北极玄穹，紫微地庭，泰山岱岳，水国清人，刚为三界，统御万灵，三元教集，善恶优分，斋戒礼诵，无怨不成，消灾四罪，降福延伸，功德无量，大悲大愿，大圣大慈，至尊妙道，上元一品，赐福天官，紫微大帝，中元二品，赦罪地官，清虚大帝，下元三品，解厄水官，洞阴大帝，三元主宰，三百六十应感天尊，一百二十女亲真人，一百二十考教朝官。儿时赤脚大仙与诸天神王、真仙大众闻说宝号，皆大欢喜，作礼稽首而退。太上元始天尊说三官宝号经中。太兄元始天尊说三官寶號經。逆袭元始天尊在大罗天上北京宫内，以至天神王、日月星宿、上圣高尊、无极圣众说无上至真妙法。有一真人名元始天尊大仙，化般而出，乾坤中归，上别天尊话，下界人民又有水火多兵，这边生产鬼迷精邪，天罗地网，一切恶难，何由救免？天尊言：得道神仙，该将三官宝具下方圣人，但持三官宝号，灵界恶难，十界消灭，五金受辱，下世流传，人间看相者得福无量，消一切恶。即说宝号话，不及贤穷，紫微地庭，泰山大岳，水国清灵，功为三界，统御万灵，三元教集，善恶优分，斋戒礼诵，无怨不成，消灾释罪，降福迎生，功德无量，大悲大愿，大圣大慈，至尊妙道，上元一品，四福天官，紫微大帝，中元礼品，下罪地官，清虚大帝，下元三品，改恶罪官，洞阴大帝，三元主宰，三别六十，一感天尊，一别二十，
如清真人，一变二十，可教做官。逆时七玉大仙以自天神王，真仙大将，文选保护，皆大欢喜，坐立起手立体。太上元始天尊说三官寶號經之用。